王彩桦左三饿虎扑狼詹小鲜肉现场示范，明视提供。记者洪素金台北报道。保庇天后王彩桦首次担任明视武力全台客座评审，却在节目中三太子上身，让全场捧腹大笑。王彩桦还饿虎扑狼，锁定帅气小鲜肉吴东彦，更用私心让小鲜肉用保庇跳街舞，而吴东彦的临场表现更是让王彩桦赞不绝口，还直呼被电到了。王彩桦饿虎扑狼，明视提供。号称台湾兵棋部的王彩桦保庇音乐一下，现场所有来宾及主持人也一同跳起保庇舞，其中帅气小鲜肉吴东彦挑战帅气街舞，让评审老师对他赞誉有加，尤其是客座评审王彩桦完全被迷得神魂颠倒。另外明视小生于振宏则是挑战恰恰，王彩桦也现场讲评说他搭配一副墨镜后神似韩国歌手江南大叔。王彩桦饿虎扑狼詹小鲜肉现场示范，明视提供。另外曾经是啦啦队的谢金颖，为了能顺利晋级，这一次他拿出了最擅长的伦巴，但王彩桦却对他的表现不太满意。他认为谢金颖的舞蹈虽然有了女人味，缺少了骚味，所以在分数上似乎有些不理想。而在看分数的当下，金颖不禁难过的流下了眼泪。